往这儿看，兄弟们，记住魔王限定四个大字儿。这是我玩过所有的腾讯游戏当中唯一一款给我磕哆嗦的皮肤，就抽它，花光一个648只要5秒。你们切记，5秒是我的极限，而不是他的极限。顺道给你们讲一下这东西得怎么抽，省得你们想抽的时候不会抽或者花不少冤枉钱。这个东西跟平时抽奖不太一样，比较复杂。我们需要把魔点里的当前赛季的59个英雄全部升级到3星才能领取题目。但是想把59个英雄升到3星，需要去商城里花9.9块买符文大陆徽章礼盒，抽到3个同样的英雄会升到2星，3个2星可以合成一个3星。而且不是说你抽531次就能把59个英雄升到3星，即使你的英雄已经到了3星，他还可能依然给你同样的英雄。我光说他就迷糊了，你说抽他得花多少钱，兄弟们，得花多少钱。我呢现在已经有28个3星的英雄了，都是手册领的，平时攒的，还有之前抽那个韦恩花了几千领了点徽章礼盒开的。咱就不说之前花了多少钱了，咱就看看把剩下的31个英雄升级到3星得花多少。我先干了啊，兄弟们，一个648，我看看我能把多少个英雄升级到3星。花钱真快，兄弟们，600多块钱，5秒花完了，真鄙视的游戏。看看剩多少级啊？一键升级，啊？我一个648，一个能升到3星的都没有。这游戏真他妈变态，兄弟们，你们见过吗？啊，一个648干进去一点结果都没有，换成了680个碎片。没事，兄弟们，这东西毕竟是累积类的抽奖，对吧？你得花到一定程度才能把英雄攒到3星，所以说一次648失败了代表不了什么，我们再来一个648，再试试。这玩意儿吧，就是我就喜欢抽砸，为什么快，你知道吧？没有那些什么复杂的无聊的抽奖过程，你就点就是自动开始，你就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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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一顿点，直接就完事儿，知道吧？你就直接看结果，你就点开这个一键升星，你看看能升几个，能把几个英雄升到3星，咱们瞅一瞅。钢化膜摔碎了，兄弟们，又他妈亏25。金铲子的设计师，你这辈子你别让我在大街上逮着你，我脑袋给你踹冒血了，我真是他妈1200块钱就能把一个狗头收到3星。没事，兄弟们，我不生气，这是一个累积的，对吧？我打了1200块钱的底，我后面肯定是顺畅，这是必然的，兄弟们。干到这儿了，没有放弃了，兄弟们。这玩意儿就跟就爬山似的，兄弟们，你已经爬到一半了，你上去也是一半，下去也是一半，你懂吗，兄弟们？就只能接着往上走了，咬牙挺着劲儿往上干了，兄弟们，没有什么后悔药了。真刺激，太刺激了，太爽了！咱们看看这一把的648怎么个一个战况啊？看看啊，一键升星。好，兄弟们，我们距离题目越来越近了，挑战一下自己。刚才5秒一个648，现在看看能不能3秒一个。就问你们快不快？快不快？通过我的坚持不懈和648的不断支援，我终于将魔尘攒到了惊人的6500个，可以把剩下的英雄都通过魔尘兑换，把没3星的英雄全部买到3星，领取兑换。这绝对是我抽过所有游戏中最贵的金矿，给我干的满脑瓜子汗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兄弟们，一巴掌，我今天必须要看看，今天花了这个数，之前各种什么手册呀、维恩啊，也花了差不多这个数，一共这个数的一个皮肤就在游戏里究竟是啥样？我瞅瞅，看它战斗特效怎么样啊？确认了，兄弟们，跟正常的小小英雄攻击特效范围差不多，
形状也没啥区别，因为根据每个人物的技能不同，展示的结果肯定不同嘛。这个5000块钱可能是主要价值在四个字上，魔王限定，一个字1000块。这皮肤谁抽谁不傻逼吗？